今天拜登跟这个英国强生签署了新大西洋宪章，主要的核心聚焦中国，而且要就责病毒跟这个疫情哦。同时，美国国务院最新的发展哦，准备变成超级的疫苗军火库哦。那这个伟杰刚刚提及的，这是美中疫苗大战当中很重要的核心一环。没有错哈，我想其实根据日经新闻的一个报道哈，截至到三月底为止，那全球疫苗出口的一个状况，我们来进行一个统计哦。那中国的部分到三月底为止是出口了 1.15 亿剂的一个数量，欧洲呢有5800万剂，而印度呢也有6300万剂，那俄罗斯也有少量的输出，跟它过去的这些盟国有关。那么在最近呢五六月份的时候，其实美国呢也宣布说要8000万剂，那刚刚有特别更新，就是说在整个 G7 的领袖会议上面有特别讲到，就是说要跟这个辉瑞共同要这个捐出这个5亿剂，帮助92个中低收入国家来进行疫苗这个疫情的一个对抗过程当中，最终到了 TIFA 之后，我们还是希望是来到了 BTA 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那我们来看到这两张图卡，其实是台湾的这个进出口的一个国家的一个状况。我们分别看到在出口的部分，台湾对于美国的出口其实已经开始逐年的一个往上升，尤其是中美贸易大战之后，很明显的有增加，而且是逐年的在增加。包含像是进口的部分也是一样，对于美国的一个进口的需求也是不断在增加。换言之，台湾跟美国之间的一个贸易的一个经济的状况已经开始慢慢的取代中国大陆的一个地位。那现在呢，我们就要特别留意到，就是说在这一次的整个台美的一个贸易谈判过程当中，未来有没有办法能够再针对一个比较崭新的议题去进行合作。那么重点呢，这一次在整个台美的关系改善的过程里面，南韩的记者非常的惊讶，因为他们听到华府几乎每天都在谈论台湾，而且谈论台湾的这个次数是比过去在谈论这个北朝鲜的时候那个次数是10倍甚至20倍数以上的一个这个状况。所以代表说现在目前拜登政府他在整个台海之间的一个问题聚焦点全部都在台湾的一个身上。那么另外呢，当然比较重要的对抗中国的问题，除了在台海之间的战略地位，最重要就是台湾有一家半导体大厂叫台积电，这个也是会影响到美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的厂商。那么日媒呢就特别有提到，就是说台积电呢有考虑到日本的熊本去设晶圆厂，那么有考虑了，就是说他投资的是规模是大概有1兆日元，那么也大概是将近100亿美元在熊本设的这个晶圆厂。那么考虑合作的对象有可能会是 Sony， 利用合资的一个模式来成立这个晶圆厂。当然现在目前整个合资或者是独资的一个状况都还在讨论当中，不过到底会是怎么样，或者是还有没有其他的日本企业能够出资哦？其实到目前为止都还在进行讨论当中。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整个全球疫苗的一个价格的部分哦。那我们看到其实在过去节目当中我们特别帮大家统计出来，就全球疫苗的一个状况，包含像是辉瑞跟 BNT 大概将近20块美元，然后那莫德纳大概15到37块美元每一剂，这个是美元，那我们看到国内的这个高端疫苗，如果按照它的一个采购规模去进行反推回来的话，它每一剂的售价新台币是881，就是高端疫苗。那联雅生技是750块的新台币，那我们把它换算成美元来看好了，高端大概是32块美元，那联雅生技是27块美元。那如果是用高端的这个疫苗，今年的整个采购的金额是40亿3000万来去计算的话，那预估啦，预估如果用这个金额50%的获利来看的话 ，EPS 可能贡献高端会有8块钱的一个 EPS 啦。好，那所以其实那这两天媒体也曝光了高端跟联雅相关的采购合约，没有错，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高端疫苗的部分是说有500万剂，那这个单剂的剂量包装是200万剂，还有就是多剂量是300万剂的部分，那联雅生技有500万剂，那单价的部分呢，就大概我们刚好特别算出来，那采购的金额，高端疫苗大概是40亿3000万，那联雅生技是37亿5000万，那现在目前看起来，后续能不能够及时的供应得上，在全国的这个施打疫苗的一个状况，那就要看接下来高端疫苗在量产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够及时供应得到国内的一些相关疫情的需求。